我们在不知道哪里，马丘比丘、啊、对不起，马丘比丘想要说谎了。马丘比丘大概4000公尺左右吧，我们现在在马丘比丘4000公尺左右，都听不懂他们当地人在讲什么。我们要往北峰的路上，然后会转小溪营地。我们到一 K， 还有一半的路，可以的。哇，超美的！现在是在哪里？瑞士。我们等一下去滑雪，那个山头要白白那边。去日本边，上次去的，再去一次有点怀念。靠，缆车坏掉了，妈的！请你们，我们刚刚在那边右转，我刚刚以为前面有人，结果没有，就是我就一直走一直走，以为前面有人。等一下，我们最好不是要上去那里，要在亚裔产业，然后路人跟我们说继续走到天蓝池转弯。我快要被 YT 与 YY 杀死了。我们背重装要上北峰，我们在重训。难怪别人会一直问我说：“哎、欸，你们要去西峰扎营是不是？”哎、欸，对，得了。就是他在美景中跑。YT 的眼泪。期待是天然。期待。累死了。我们故意绕远路的。怕赢太多。我们刚刚从右边这样子上来，不要上了，现在又要下去，噔噔噔噔，要到了吧？我们需要赶快到，不然其他人会来找我们，就不好意思了。我们刚陷入一度恐慌，完全看不到帐篷，恐慌了大概一秒钟。现在看到帐篷了。以后跟着 YT， 请不要跟着小黄。到了，看到小溪了。我们就在这里扎营。我们傻傻的从，我们不是傻傻的，我是故意的。我们故意的从登山口，然后背着重装到北峰，再下来小溪营地。哦。非常矜持，你看我的大腿，好硬。抵达，我们不是迷路，我们是自主训练。对，我们是自主训练。你这小蛋糕，都是穿的。要大姿势。我们家3000多海拔是吃，看看高海拔的。会不会比较好吃？没有，你这样很不专业，这样。哦、oh, ，OK， 好，最好吃的，好吃。全家最好吃的零食。哎、欸，好吃哎、欸！我拿2条、3条。好吃。我们刚扎错地方，睡了一个午觉，再移过来。获得除草的服务。YT 要来表演搭帐篷。我相信有背诵的训练应该是。坐在他们打哈欠。你示范如何使用绳子，穿进去。捡个石头，敲敲敲。躺看看没？我来了。你躺一下，你躺看一下。哎、欸，这可以拍照，赵婷进来。赵婷的脚嘞？耶、yeah！ 有两个口袋哎、欸，
不是的话，你可以放手机，还有一些书，头壳派掉才会带书，重死了妈的！搭好帐篷了，耶、yeah. ，累死了，先睡一觉，还睡，已经睡一觉很久，今天整个大曝光。哎、欸，你太白了！我超白的，我都喝 SK two。你说喝吗？对。